贺坚，你腿没瘸吧？啊，让你跟上，跟上，你怎么慢的跟娘们儿一样？陈大哥，你咋说话呢？你知道这车有多沉吗？伤口拉累了还得歇会儿呢。要不你过来试试？心疼了是吧？那你帮我问问他，为什么他不心疼咱们的弟兄，他把咱们弟兄拼光了，能给你贺坚的功劳补上添上几笔？ 干什么？为了这几本破书，你连车都不要了啊？你就是被这些花花肠子害了，吃的是人饭，说的不是人话。给我！子怡怒吼：“他说你看这些没用。” 金宝，你饿了吧？吃点东西。 你拉的都是什么呀？拉个王八川呗。哎，要拉就拉一个王二姐四夫。哎哎，还是拉个打倒恶霸锤裂墙吧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对对对，你拉个我们大伙都听得懂的曲儿呗。金宝，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，咱们找个别的地儿，你跟我念叨念叨。 我爱听。在家的时候，老憨哥有啥事都跟我说，我可会宽人心了。我会吹笛子，我给你来一段。马大哥，我不听，就这玩意儿我都听不懂。哦。再说，我们两口子的事儿你就别。谁是两口子？什么两口子？你喊什么？ 你给小刀喊什么？马大哥，你让他喊，他喊出来就痛快了。就你是读书人是吧？读书人最讨厌。你牛，你最牛，就你是吃娘奶长大的，我们他妈都是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，我们也是红军。马大哥，他喊出来就舒服了呀。你拉着破玩意儿干什么？你拉着破玩意儿干什么？你让白白牺牲的十几个弟兄再活过来吗？ Как ты видишь, рай на земле еще не построен. Как мы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, я иду дорогу к смерти. Но нелегко в чести пожертвовать
своей жизни на войне, утратив веру в солдат. 哎，你别躲呀，不就是给老相好写信的吗？没事儿，反正你人在我这儿呢。Таня, мне нужно спасение. Мне... 哎，你。Мне нужно свет и молнии. Мне нужно, чтобы они осветили меня. 这念啥字啊？ 你以为我一个字都不认识啊？这才叫爱。 金宝，要我说呀，你就跟我回去，咱俩成亲去。你看，你在这儿跟那些战士说话，他们根本就听不懂，他们也不爱听。我爱听，你回去跟我成了亲，天天跟我说。我爱听你说话，特别爱听。 你给我，你干啥呀？走了怎么长的路，打了这么多仗，你都没用。你不能现在把他烧了？那叫上老韩哥回家，再成亲，再好好过日子，不行吗？回什么家？成什么亲？你和他们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懂。你知道现在红军要有转机了吗？你不知道。 你知道现在红军要有转机了吗？你不知道，你知道保证营的转机是我们的头等大事，你知道吗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你们知道吗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当然不知道，你们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来告诉你们，我所说的红军形态的转机，绝不是有些人眼里的望梅止渴、空中楼阁。 也不是庸俗的兵力计算、患得患失的一种空的东西，是拼了万千头颅和鲜血之后，已经看见茫茫夜航中的灯塔航标。它是立于泰山之巅，即将绽放万丈红云，触手可及的一轮朝日。它是活跃在幕府之中，即将睁开双眼的婴儿。<笑> 上上上有令，部队掉头，增援二师117团。走，远地掉头，还有尾变白头，前进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别的部队在山那边打起来了。什么队伍？咱们军团的二师117团，孙连长下命令让咱们去增援。 就在附近了。哎，孙连长，咱不能再这么走下去了，必须分下来一组，把老弱少年留下来，能打的先往前冲。
打完再回来接他们。你现在不能再犹豫了，贻误战机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我能负？你拿什么负？不完成任务一起向牺牲的人是懦夫。不管你怎么说，老子一个都不会丢。二连从来都是一家人，扔了一个那还是一家人吗？哎，咋办啊？再不去就来不及了，你带一小队人先冲过去，别让连长知道。快，是。一班的，给我上。五顺子，你还有没有出息？你说啥呢？说啥呢？哎，干什么呢？连长，五顺子不听你的。连长，指导员说的是对的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一班的，给我上。我说了，你左肩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出什么问题？自然你来负。走。有我的。栓子，仗打完了，怎么样？肯定是打败了。你怎么知道败了？如果打赢的话，他们就不会回来，会和幺幺七团的人会合。幺幺七团打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必须尽快赶往吴家，否则从湖南追过来的白狗子正在从两边夹击，咱们肯定会被吃掉。听到没有？我这个聋子都听到了。增援没打成，交给咱们的任务没有完成。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伤员跟我留下来，不然这么走下去，大家都得白白的送死。要死要死在一起，不能丢下任何伤员。不行，我是连长，我负责部队的作战指挥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我现在必须告诉你事情的严重性。如果咱们这支连队再怎么走下去，肯定要出大事了。指导员，你说，咱们该怎么办？先把孙连长控制起来。接下来这支连队由我来领导。指导员，我没问题。可是二排长、三排……那就都控制起来。怎么控制？下孙连长的枪，别动，别动。指导员，是我跟孙连长说的。不过你也别多想，不为别的，就觉得你不能这么干。谁要在红军内部闹分裂，我马万才第一个不答应。我这是迫不得已。你别开除，你犯的错误和叛徒没什么区别，你必须马上离开，一分钟都不能留，否则我就枪毙了你。金宝，宝，出啥事儿了？这好不容易找着的。咋了吗？啊，这出啥事了？你这我被开除了。开除了？说开除就开除了？那好啊，咱回家成亲去。金宝，金宝，这说走就走啊？那我也走。老韩，你不能走。走都不让走了，让他走。红军从不为难百姓，他不能走。不，我得跟你走。我追你追了几千里地儿，你走了，我留下了。你现在是红军贺老韩同志，如果你现在走了，就是脱离革命队伍。你放心，到前面咱们还有机会会合。别废话，走吧。哎，这样可就不好了。我男人他就好个面子，你不能这点面子都不给他吧？你还嫌他不够惨啊？你没看他那耳朵吗？哎，金宝，
哥，还得再抓俩蚂蟥啊。金宝，小桃，跟上啊！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丢不了。哎，哎，其实我觉得咱们跟他们分着走也挺好的，清静。哎，你别愁眉苦脸的。我现在是被开除了，你怎么不劝我跟你回村里呢？走啊，那你就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当我傻呀？我还不知道你吗？哎，你能跟我回去吗？所以我当然得跟着你走了。咱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不就你是红军，我不是红军吗？那你要让我当了红军，咱俩不就是一路人了吗？哼！你脑子里每天想的是什么？你想的就是跟我成亲、生孩子、过日子。你知道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吗？你想的是革命啊。什么都不懂。怎么不懂了？金宝，该洗血了啊。金宝，咋了？这是，你可别吓我。醒醒啊，快点醒醒啊。蚂蟥还真有效果，能听见了。哦，部队出发了。看来现在我们真成孤家寡人。在一块儿，我以后还得给你生娃呢，我一个人生得了娃吗？我好像走不动了。走不动也得走，你要是真不走了，那一会儿白狗子来了，我一个女人，我打也打不过，杀也杀不过的，那我咋办呢？你不是挺能耐的吗？我这能耐都是装的，你那才是真能耐呢。等咱以后有了娃，你可得给取个名儿，你那学问这么大。是白飞追上来了。就这张乌鸦嘴。
小桃儿，我渴了，你帮我找点水去呗。你找水去。拼死拼活的来找你，你就这么把我给甩了呀？你别再跟着我了，跟着我就是一个死。你快走吧，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。你别跑，你等等我。哦，七宝，没事吧？水来了，七宝。这么傻呢？傻就傻呗，只要跟我男人在一起，怎么着都行。喝点水。大部队过江的时候用的船，走，咱也去找一条好的。哎，就这条了。哎，这船行吗？心吗？担心也没有，就这一条路了，必须得过去。你担心了？没，我男人在哪我就在哪。
疼不疼？
是要死，但是我能跟你死在一块儿，值了。要是咱俩能活下来，那就更好了。啊，你怕了？我怕，我怕这辈子不能娶你了。你真的想娶我吗？想。那你再说一遍，我想听。我何坚想娶叶小桃。我等着那一天。好，金宝，你呀，就是脾气太差了，你连背书都跟吵架似的，那可不行。我啥时候给你背过书啊？什么船啊？什么桅杆啊？什么鹰啊？小桃，你别睡，你喜欢听我背书不？那咱俩一块儿背呗。好。不准睡觉。不睡。我所说的红军迎来的转机，我所说的。我所说的。红军。红军。即将迎来的转机。迎来的转机。绝不是如有些人，绝不是如有些人眼里的望梅止渴，空中楼阁，也不是庸俗的命计算，患得患失，一种空的东西。拼了万千头颅，和鲜血之后，已经看见茫茫夜航中的灯塔航标。金宝，你醒了，好点了吗？这是哪儿？这是茅坪镇，团部命令我们在这扎营，随时接受上级的机动作战命令。连队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过乌江之前，我们配合兄弟部队打了两仗，牺牲了十几个战士。知道吗？中央局现在已经过了乌江，离我们只有30里路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
今天早上见了团长，他批评我说，我无权开除一个从上干队下派到基层连队的红军战士。贺健同志，现在我们欢迎你重新回到连队。不过我可不是跟你承认错误啊，对于你的做法，我仍然保留我的意见。你当然有这个权利。小桃呢？哥，小桃呢？小桃走了。他身上受着伤，他走哪儿去了？小桃的伤，连长找医生给他看了，肚子打穿了，好在子弹没留在肚子里，养一段就好了。但是以后生不了孩子了，他一听就傻了，一直哭。劝了半天都劝不住，就这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就跑了。你怎么不找他去啊？有战士去找了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去了几个战士？长腿的都去了，你放心，他跑不了多远。小桃，回去吧。回吧，小桃，好多兄弟裤子破了，等着你补呢。你别跟着我了。嫂子，回来吧。什么嫂子？谁走？还不是走，黄梅。你们回去吧。小桃，你这人讨厌不讨厌啊？我追我的女人有错吗？我做不了你的女人了，我都生不了孩子了。咱们俩都一块死过一回了，你觉着我还会在乎你不能生孩子吗？可是一个女人如果生不了孩子的话，是要被别人戳脊梁骨的。你还是不要管我了，叶小桃同志。这里是贵州省茅坪镇，也是红军浴血杀敌的疆场。我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战士，和过去一样，每天我都面临着牺牲的可能。但只要我还没死，你叶小桃就是我的女人，我必须要活。是走是留，现在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。小桃，我要照顾你一辈子。Yeah.